各位世界朋友，我是道心，我是教授中国武术传统的洪圣赛地法。咁我呢，先祝2020世界武术日圆满成功，继续是祝贺国际武联成立30周年。咁我而家呢，发扬我哋中国武术洪圣赛地法，咁我不断啊，都是以持之以恒。尤其是我哋今年2020年，我哋全世界都要啊，系抗疫自强，增强我哋人类身体健康，保持我哋不断练习，系以身体力行，持之以恒，保持健康。好。